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侦办马前总统涉嫌教唆泄密案件，承办检察官于今日下午2:20左右，分别传唤马前总统以及以证人的身份通知江前行政院长、黄前检察总长三人到庭说明。目前三人分别由承办检察官以及曾阳明检察官、梁光忠检察官同时讯问厘清案情当中。至于有关本案的实体案情部分，本署基于侦查不公开，在此不便对外说明，承办检察官自会依法侦办。以上说明，谢谢。